后悔吧，要后悔咱们再就走。你走。我还是想让孩子能陪在我身边是最好的，但是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。妈妈，以后我一个男生陪，老是陪在你身边，别人都会说我妈宝男。所以说你要妈妈把你养大，然后就要交给国家。那你自己，你以后想干啥呢？当兵。当哪个兵啊？这么多的兵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遨游大海。抓紧我，死烂都得没什么用。当我看到解放军叔叔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走来时，我和大家一起唱着国歌，看着国旗冉冉升起时，我感到非常激动和自豪。升旗仪式结束后，武警叔叔们还在岗位上守护我们的安全。我想，我一定要好好学习，长大以后报效祖国。